Devin， Hello 罗杰， Hello 宝宝们， Hello 凤梨， Hello 草莓风暴。我今天晚餐很棒哦，我很乖，我要控制饮食。我今天晚餐只吃了。叫什么？燕麦 ，Hello 杨熊 ，Hello 阿尔法，好久不见 ，Hello 美冬梅 ，Hello 蓝莓妹妹 ，Hello 杨熊 ，Hello 月月 ，Hello David，Hello 西安 ，Hello 凤梨，只吃了两个汉堡，没有了，我只吃了。我只燕麦后面省略了30个字，没有。我今天真的只有吃燕麦晚餐，然后我还有燕麦的面包，可是我那个还没有吃，然后跟香蕉。我今天只吃了燕麦。我今天中午吃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哦？因为我今天中午吃了那个牛肉面，蛮好吃的。Hello， 志伟哥 ，Hello， 龙龙 ，Hello， 愚者。因为我今天中午去看报告了，去看我的心脏报告了。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，我的指数都正常，大家不要担心。我的指数都正常，然后只是燕麦妹妹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不看眼罩，你今天怎么会这么清纯？什么意思 ？Hello Marco 是吗？Hello 鳄鱼又 ，Hello Alan C，Hello 如哥哥，对我没有问题，我心脏好多了，我的指数正常嘿，指数正常，八年不开播还去嘉义前面呢，我不知道我一打开就跳去嘉义前面呢，然后我就没有打招呼我就跑掉了，呀，Hello 阿哲 ，Hello 妈 ，Hello WZI， 我猜你说 Hello 妈友 ，Hello 笑一宝宝 ，Hello 侯爵。就是有点像普通大学生的意思，真的。Hello WZI， 谢谢你的我来签到了，谢谢 Kent 的玫瑰 ，Hello 对对 ，Hello 杜 ，Hello 流星 ，Hello 神探 ，Hello 卡拉 ，Hello 阿春，那一定是没看到我才跳太慢的，看到你们我心跳就正常了。Hello 水锤，谢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，没有他就说好像说我天生就是心脏跳比别人慢。所以手表拆掉了，没有，我只是没有戴手表，因为我刚刚睡午觉，实在是太累了。谢谢建谷的可爱水母，因为今天上课上了一半之后就赶去看那个报告，然后这样赶来赶去就觉得有点累，我刚刚就睡了一下，刚嘉义前辈在唱不要生气也学坏了，真的假的？Hello， 号一号人之一个，那你会长命，是真的就是像乌龟那样子的意思吗？我其实真的不太确定，是这个意思的意思吗？我的姻缘你在哪里？咚咚咚，在这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。妈妈 ，Hello 浩毅，谢谢城堡的厉害，要带回之前手表还是运动手表？可能还是会带运动手表吧，那看状况，如果有练舞的话，加油。普拉斯，还有小青，心跳太慢，需要一个让你动心的人吧。我是乌龟，我心动了，我的那个心跳还是很慢，怎么办？如何是好？你们跟我说。来看祖祖了 ，Hello Uno。那个应该是假说啦，说生物一生中的心跳总数是固定的，所以跳越慢。我以为是我像乌龟，所以我会很长寿。Hello 双双 ，Hello 俊丽，越长寿。谢谢树宝宝的厉害，心跳那么慢，头不血一个吗？毕竟是长颈鹿。他那个时候就有问我说有没有一直头晕昏倒什么之类的。我说有，我会头晕，但是我是姿势性贫血。
什么？祖祖喜欢吃香蕉吗？好像很常吃，因为运动的啦，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吃香蕉比较好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们的那个比较不容易抽筋。我以为他问你脖子那么长。哦呀 ，Hello， Wackman 吗？谢万神的可爱水母，参拜万神长颈龟，那就是尼斯湖水怪啦，对吧？倒是觉得比小白马好听，哪一首歌？你说不要生气吗 ？Hello 豆芽 ，Hello 草莓酱 ，Hello 露布，妈妈爆冲，妈妈为什么爆冲？等一下，你刚那个红色在去。Hello 悬崖 ，Hello 金丝羊 ，Hello 向云，晚安金丝羊 ，Hello 谢谢宝 ，Hello 汤姆 ，Hello 悬崖 ，Hello 罗杰宝宝 ，Hello 谢谢 ，Hello Kill Man， 怎么疑似看到麦圈圈的薯条包装啊？它不是麦圈圈的薯条包装，它是一个海泰，它是牌子吗 ？Sorry， 没有，我刚什么都没有说。我刚刚不小心讲错，我刚刚讲了两个象形文字，不要理我。原来是水怪，难怪喜欢游泳。对呀、啊，尼斯湖水怪是长颈龙，不是龟。它是长颈，它是长、哦、，OK， 长得很像啊！我一定不要生气，下面留原子族，你。#原子族，你说了，我说了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啊，是脆皮黑森林蛋糕，它长这样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它，我想说，反正我今天吃晚餐是吃燕麦，所以呢，恐龙跟乌龟哪里像？尼斯湖水怪跟乌龟一样都在水里，似乎被跳过了，好险，说了才后悔。什么什么 WZI 说什么？你这样会让我想回去看你的话哎，看一下 WZI 哪里被哪里 WZI 哪里被 WZI 为什么没有收到？什么东西说了？什么东西？象形文字是可以用讲的吗？Hello 骨折 ，Hello 阿贵仔，哪里？什么？似乎被跳过了？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？龟也有陆地的啊，你找不到，什么什么哈哈，找不到我吧？你们知道我在唱哪一首歌吗？什么哈哈哈哈哈，还是你打不到我吧？还是什么？你找不到我吧？还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歌啊 ？Hello， 美魔东魔 ，Hello， 出风 ，Hello， 喂宝宝 ，Hello， 神影，那首歌叫什么？什么什么哈哈，你追不到我吧？给我忘记了。肯定是大笑之歌，哎，我真的找不到，不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是大笑之歌，幸好我也被跳过了，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看到？啊，你们说什么？我想看，你专心点看留言好吗？我很专心啊，不然很容易掉粉哎，哇，糟糕 ，Hello Rock， 心跳比较慢，受煎熬，因为心一跳。没看到。香港零零五零呢，就是投资台湾市值前五大公司，而 SPY 就是投资台湾前100大公司。所以买进 ETF 投资的好处啊，是可以帮助。哎，我好像是真的没有收到哎。某几家做广告，也不需要太担心，因为啊，其他公司在竞争前谈的风险，对你来说也不会造成巨大。是说开始有被传唱这件事情吗？最简单的分类就是啊。你说不要生气被传唱吗？我唯一想到的冷笑话被抄了，什么冷笑话？谢谢笑一宝宝的厉害，可以啊，祖祖好超可爱。我们刚刚讲这些是吗？你哪有专心？我很专心，我要投资，专心看留言好。好，偷骂时
间开始。留言太多，有时候好像会被吃掉。对，我真的没收到，我真的没收到你的留言哎。我怎么讲？我刚把它全部翻过了，但我真的没看到。Hello, Moo C H I E 怎么念啊 ？Mucha, Mucha, Mucha, Mucha。昨天有听到阳光彩虹小白马，今天也想听。你昨天没听到是不是？我的被跳过了，对一半。为什么 ？Who again？为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办法。真心看留言，看到眉头都皱起来。这个我有看到。哪里 ？Hello， 沙优，有看到沙优。还有立身，没事，眼睛也张张。为什么？我只知道你会偷改粉丝的留言。没有啊。Hello， 坤坤 ，Hello， 季风亮。你为啥把我留言的字都改掉了？没有啊。猪猪八嘎，为什么我的我的屁股黏住了？我今天要来吃这个，我今天要来吃这个黑森林山。黑森猪猪今天有看到长颈椒吗？没有。橡胶脖子。晚上好，嘎比，寒心了，糟糕。那要暖一下，要暖一下。你看又跳过了哪里？我比较相信留言太多，主动哪里跳过是这样子吗？真的，我觉得有一些留言会被吃掉哎。Hello 愚者，我说我今天问小迪会不会唱，结果他说他不会。哦，我以为是说有看到他们大家在传唱，加油，大家越来越会唱，不要生气。Hello 九宫格。好好吃哦！我刚刚把你的留言看错，你说，哎，心淡了，想要离开。我刚刚看成，哎，心弹了，想要离开。然后想说，为什么心里面会有弹，不是肺里面才会有吗？你说，哦，看错了，心淡了。目前嘉莉前辈有唱，谢谢嘎逼的戳戳我，通木也唱了，通木已经被我传染了。谢谢嘎宝逼的戳戳我。不准去教小迪前辈唱歌，我不会教，我会潜移默化的洗脑他。祖祖说吃的很健康，蛋糕一口一口又要越拌了，不会，我今天只吃一个。为什么要封锁这首歌啊？不会啊，这首歌明明就很好听，这很好吃哎，你们看，超好吃的哎。而且它不是那种有一个一圈的吗？它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一圈的牌子，然后它那个也很好，它那个也很好吃，它是圆圈圈的巧克力派。Hello 中影，它那个巧克力派就是冰冰箱硬硬的很好吃，然后它这个就是松松的很好吃。Hello 罗杰，下次前座呗，不行，前座不行，前座不能乱来。MC 可能可以，一口蛋糕，一口快乐水。没有，我今天喝那个东西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酷哦！军人。Hello， 晚安，周颖，谢谢高宝 B， 还有圆滚滚，还有沙鹿，还有瑶。我今天喝什么汁啊？什么茶？什么麦？梅阿德，这是中文是什么？Hello， 终于。今天晚上吃燕麦，因为在这个热量就够一个晚上。像欧超欧的那种蛋糕嘛，消防员，谢罗杰，我是消防员，好酷！我真的觉得消防员真的是一个麦子茶，对，麦子茶，梅阿德，梅，我在喝梅阿德。Hello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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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什么 versus 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听过那首歌哎。我来查查看。不要生气，你听到就会了。好啊，我听听看。versus 是什么歌？Verse 吗？还是什么 ？Verce 吗 ？Verse？这首歌真的没有听过哎。这首歌是什么？我们来听听看。Bruno Mars 的吗？不是哎、欸、Amigos 哦，他叫 Migos 吗？还是 Migos？ 好，对不起，他刚是好，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哎、欸。Hello 杜 ，Hello 阿米，哦 ，Versace。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哎。Hello 小星星啊 ，Only 来不及叫你分享口感跟全吃完，我分享啦，松松的，蓬蓬软软的，很好吃。Hello 阿鹏鹏，不是乐不是吧？不是乐圈的，不是乐圈的，他是台湾的品牌。台湾的品牌很好吃，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它是圆的巧克力派，你们知道吗？好好听，很红哎，成名曲，真的。Hello 金界大叔，我觉得我今天热到我一直在流汗，但是那个风又很冷，然后就一直吹到风。Hello 酷酷猫 ，Hello 苏云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痛苦。Hello 骨折。也就那几家，我忘记那家是什么了，我看一下。巧克力派的嘞，我查一下那个巧克力派是什么。巧克力派。Hello 抑郁 ，Hello。哦，他真的是乐圈的耶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的。I'm so sorry， 它是乐圈的，但是不是黑色盒子的，是白色盒，不是，是红色盒子的。这首歌真的我没有听过，哎，我饶舌好像比较少，我国外饶舌听谁的？我国外饶舌很少听，我都是听曲子，喜欢的才会。Hello Hannah。Hello WZI， 刚刚在找有没有适合你练的洗脑歌，就今天 PPAP 就说是乐圈的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乐圈的，对不起。我昨天，哦，我差点，哦，我不能讲哎，我真的不能讲哎，好，我到时候出来大家就知道了，我还不能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为啊不行这样子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讲，好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你们到时候就知道，五月就会知道。谢谢朱莉安的厉害 ，Hello 卡普 B，Hello Vivian 梦，大明之歌好听 ，Hello 大虎哥 ，Hello 转飞镖 ，Hello 罗杰 ，Hello 朱莉安。差点又要爆雷，对，昨天对，昨天的事情，对我不能爆，我才不要了，我不要一时。不爆雷不是祖祖，不行，这是我自己，不行，我不能说是我自，不是，是我自己想要，不是，我不能说了，各位 ，Hello 鸡丝羊，我真的不能说，我什么都不能说 ，Hello David 是约会吗？不是，是惊喜，哈哈笑。Hello 阿成，是一个很漂亮的惊喜。不好意思啦，昨天跟祖祖约会，这里先帮他跟他说了。昨天去见祖祖，各位对不起。哇，昨天
我最近超多约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见好多好多、哦。我的，啊，见好多人哦，这好像听起来有点渣。但我是那个呢，时间管理大师哦啊，知道了，要对阿丽保密嘛。对，不能讲，要见太多人了。啊，我来给大家听一首我很喜欢的 R， 算 RMB 吧，它应该算是 RMB， 也是台湾的歌手的 GHT， 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一次。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 RMB， 我觉得很好听，叫 Night View， 我觉得超好听，超级好听。它里面那个其中有一个它是两个人的歌嘛，然后其中有一个的年纪比我还小，你看他真的超厉害，他是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创作型的一个才小朋友。我知道应该是他永丹妆要出了，就是我有一个私人的见面会在昨天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不要听我这样乱讲哦，我在开玩笑的，先找我约你，再找你。先找我约完再找你吗？哦哦 ，Nineteen 不是 Night View， 夜景的那个 Night View。我知道他，我没有听过这首啊，真的吗？这首歌蛮好听的。Hello， 新鲜柠檬，昨天找的人没有阿丽哦，猪猪偷吃。对啊，这样不行，越来越渣了，我这样不行。Hello， 易凯，私人想说私下。是谁想要私下跟你见面？我怀疑很多啊，想要听我唱歌的人，昨天是我的私人唱歌见面会。你备胎，所以先找你。哇，我妈不是我会听的类型哦，真的，我很喜欢听这种，因为我就是开车的时候很喜欢听这种。有一点精神，但是又不会太，因为我听快歌会想睡觉，听那种重低音的歌会想睡觉，然后听慢歌又会太，你知道，就是整个车子内又会太这样，然后我就喜欢听有一点点抒情，但是又有一点节奏性的歌，开车的时候 driving， 不是那。只开车非比开车，谢谢新鲜柠檬的厉害。Hello Jeff， 主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，改天会不会改天会进不去阿丽的房间？改天我问阿丽不直接不回我讯息。你看正宫跟备胎在吵架了耶！哇，不要康了，是这样讲吗？哇，不要康了，还是飙车？这个旋律超好睡的，哪有？这个旋律是一个可以让你有一种平静感，但是你又会很有精神的那种。阿丽可能就直接封锁了吧。哦哦，开车的人别听慢歌，真的有一首歌是这样吗？不是失恋的人，伤心的人别听慢，伤心的人，失恋的人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我越听越想睡耶，哎，这不行，这样的话等一下要好运来哦。睡是什么魔咒？这首歌听完会觉得很心情很好啊，不觉得吗？胖的人别吃麦圈圈，不行，没有这种规定的，这个我不遵守。Hello 中勋，二届的竹别再大声。Hello 中影，精神好好啊，哇，精神很好啊，开多久的车？你说我从之前开车到现在，还是开多久的车听这首歌不会睡着？开一个小时以内的。准备好竹的家门口摆测速照相机喽。我都很乖，我真的很乖，我都是安全驾驶吧，应该是吧，应该算是。一个月不吃麦圈圈，我就你就怎样说？
我没有办法做到。Hello 思源 ，Hello 如哥哥 ，Hello 罗杰 ，Hello 啊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翻白眼？Hello 马吉，胖的人，你吗？你在指你吗？转飞镖，你在指你吗？起步可能100了，你说一踩下油门就100是不是？那还好。他包布吗？好，我一个月不吃。如果他包布，我一个月不吃。我一个月不吃没有问题，我做得到啊，这是 OK 的啊。你想要再赌一次吗？他，你们要吗？你们要跟我吗？那包袋员跟我赌，那其他人要不要赌？一个月不吃麦当当也算什么 ？OK 啊。Hello， 五月新秀丽尤丽卡，我要火箭，你好。Hello， 赛友。包袋员100就还好，果然是标仔。啊，我刚说还好是不是？包奶员包布，我包竹的下半身。哇！啊！奶冻卷不包布，至少30吧。30是多少？30是多久？这样是多久？都不打灯，急刹起步直接120，起步120到底怎么做到？那个应该要车子的性能很好才有办法做到吧？你两个礼拜不洗头都做不到了。我们那时候是赌不洗头吗？不是赌洗头吗？现在赌啥？赌我一个月不吃3分半是不是？哦，好像还可以，好像。我想要赌那个，我一个月不吃麦当劳，你们要跟我赌什么？我麦当劳不吃，我可以吃别的，肯德基不算吧 ？Hello， 感恩。包鬼是什么意思？包鬼是什么意思？我包足的人生，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。麦当圈有新的汉堡，地中海辣鸡黑堡。可是我不吃辣的，你偷吃我们也不知道啊。那就我一个月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拍照给大家看呐、啊。赌不赌？我赌，真假的？笑笑赌哦，一切素食都不行啊，这不公平。哪有？你们就说卖圈圈，不小心送出去了，可以收回吗？你来不及了耶，笑笑。而且我们只有赌卖圈圈哦。Hello， 罗杰，我觉得可以。忘了包鬼是啥，记得是台语。我只知道虾款，最近很红的，但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然后用在哪里，要怎么用？虾款要怎么用？有人会吗？其实我不太知道。Hello， 玉如，我不喜欢。赌博，我又不是赌徒，没关系啊，那就不要赌。对哦，你不找叔叔找爷爷，我就亏大了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说的很有道理吧？他不是一坨，他是一坨笑，不是笑笑宝。对不起，一坨笑宝，一个月我觉得不太可能，是啥？麦当当肯德全。顶咕咕跟丹丹都不行哦，你的意思说汉堡类的都不行是不是？就是素食店类的不行，所以那如果我去早午餐店吃汉堡可以吗？我有点搞不懂哎，电影中用在很多地方，真的吗？我还没有看，先不要跟我讲内容，不要爆雷，全包的意思，包鬼哦，人生轨道的概念吗？还是它是一个台语 ？Hello 优杰，还有汉堡王吗？全。汉堡圈，还砖啊？那可以吃 MOS 吗？我觉得 MOS 可以吧， MOS 应该没有不健康。那小一点就好，一个月不吃麦圈圈。五单位手会找其中一步，一次丢30张，让你松烟唱个够。真的假的？Hello 小蛋糕，一个月不吃吗？从5月开始吗？5月到5月30号。好了，我也30张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从5月1号开始。Hello 小蛋糕，谢谢小蛋糕的带我走。
MOSS 还不是一样， MOSS 不一样， MOSS 它是米的，它是等于吃饭的意思。真的啊，你要自己记起来哦。MOSS 自己的定位好像不是，对啊， MOSS 不算。那我赌合照卷、婚纱照啊，婚纱照啊，谢晴晴的文舍里，那我要找一下婚纱哎，确定啊，谢晴晴的文舍里，谢钟颖的带我走，你是 MOSS 密码我才相信你，这个怎么吃？我赌输，结婚证书，哎哎，一定要吃素食就是哩，也没有啊 ，Hello 妈咪。我就是说想说怕我不小心破戒，你说一个月不吃吗？那我到现在到5月1号，我要赶快吃一吃，吃一吃一吃，然后5月开始就不吃，我5月1号到5月30号都不吃，你们就要打赌，就要我到时候就会说，请问你们赢了吗？然后给你们一个对话框，晚安 ，Hello 小星星。谢谢迷你猪的水母妈咪。好啦，我觉得你们不用一定要来握手会多少或是什么的，你们就到时候随意，但是我们就打这个赌，好不好？我也想试试看，我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月不吃麦圈圈。所有素食吗？就是麦圈圈、肯德圈，然后汉堡圈什么之类的这种吗？对，你们随意，就是看你们哦，一张也可以，都可以，反正就是看你们有没有跟我打赌，然后反正我们就是玩看这个游戏。为啥叫岳？叫岳母吗？啥甜甜圈呢？没有，我们只有打赌素食。Hello Jimmy， 随意可以赌半张吗？这个吗？那你要跟别人合啊。Hello 发生什么事？我 Moss 吗 ？Moss 的话 ，Moss 的话，赌什么？赌我一个月不吃麦圈圈，然后你们随意，你们看你们想要跟我赌什么？因为我之前跟祖祖说我要养他，结果他竟然回好，太假了。Hello 金店大叔 ，Hello Jimmy， 一张基本啊，开始下注，没有都可以。你们想要跟我打赌什么？你们就自己内心想好。就是你们现在内心想好，我从5月1号开始实施，然后跟你们打赌，然后如果我成功了，你们自己要内心就是走，我们走良心派的，我们自己问心无愧派，你们自己要去完成跟我打赌那件事情，就是你们自己的也可以，就比如说你跟我打赌说，如果我一个月不吃素食的话，你们就一个月不。打游戏，或者是你们一个月就不除了我们团体不看其他团体，或者看你们，就你们自己决定，看你们想要做什么，跟我的打赌这样。我们也不知道你输了吗，黑箱啊，我所以就是走问心无愧派，我会拍照，我会拍我的食物给你们看。但我如果我忘记的话就没办法了，但是我会拍给你们看。Hello 罗杰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供你2个月的麦圈圈。可是我不能吃啊！你怎么提供我2个月麦圈圈？我不能吃呢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如果你吃了怎么办？如果我吃了的话我们就要打赌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行的话，如果赌一个月都吃麦圈圈比较可怕，这个我可能真的做不到。你一定没办法达成，要你不要吃麦圈圈是不可能的，听起来很有趣。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下一次合照会就婚纱系列。偶像会不会夸下海口？相信猪猪，如果输的话，退粉丝团1个月。不要，这不行。#
#相信主读，谢谢金思雅。放心，我只有 TP 可以看，好，也可以，都可以来看你们。我是说，我看其他团体大概一半粉丝会消失。啊，Rock， 没有，我只是婚纱系列有点酷。或者是这样好了，就是合照会婚纱系或是女友系这样，这样情人系列啊，还是婚纱系列还是什么？就婚纱系好了。我其实好像有一件，一定要白纱吗？还是不一定要？因为我有别的颜色的，可以吗？那我合照照三餐点卖圈圈外送到好园给主厨，可以这样吗？婚纱有当中吗你？然后没有下一次合照会，哇，糟糕，还是见效系？什么是见效系？超杀系？什么是超杀系？你们希望我合照会什么风格？我们现在先来讨论，还没有决定，我没差，反正都是去比赞的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那一部那一部女友，一部婚纱，那我希望我有两部。Hello 哥，不是高宝斌 ，Hello 史密斯，当然是比基尼啊，比基尼我不能啊，我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我做不到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做。张三站到个祖祖公司楼下，用大声公宣传祖祖，不要站起来，比我高的风格。哦哦，那怎么办？画个地雷妆如何？可以呀、啊。腿砍一半，那穿星星装好了，好吧，这个真的蛮，这真的蛮天意啊！你们要联播了，撤退。我等一下找他联播。我现在找他联播，现在几点？今天几号？我再试一次，原来国有开哦。对啊，我等我一下哦，大家。Hello 毛良，不然我们这个处罚等一下再想，我们等一下想，等一下我跟他联播完，大家想一下，想一下我要干嘛。然后我跟他联播完，大家给我一个答案。等一下，但是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跟他播。我是不是又卡住了啊？我这边宕机了呢，糟糕啊！我快关掉，马上独立出来。大家晚安，晚安。那想跟我打赌的，我的处罚，如果我不成功的话，我没有拒绝果果，是浪拒绝果果，他不让我按同意。我刚宕机啊！我还以为你在忙呢。我刚宕机。啊，还好吗？你的手机？我有点宕，我今天有点宕。喂？啊！一哦，哎呀，听到了。然后跟你打个招呼。跟我打个招呼啊、哦！没有宕，有我这边很宕，我自己这边很宕，我自己是lag的。嗯，刚刚啊，现在没有。那个是不是有点感冒？一个感冒，我没有拒绝，真的没有拒绝。Hello， 兔子姐 ，Hello， 秀秀宝，你是不是开电风扇？我没有开电风扇，有个杂音，真的，这样的啊啊啊，一一哦哦，还有吗？真的没插好，没插好吗？听到了，我很担心。这样没听哦，好像还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好。好，那我今天不戴耳机，因为他有时候可，他有时候、啊、谢谢，他有时候我要戴耳机，你才不会挡；然后有时候我不戴耳机，你才不会挡。
啊，这有时候戴耳机，你才不会有杂。我刚刚听到你外面的声音，哎，就是你家外面的声音，很清楚哦，很清楚，有个室外的声音这样。现在呢，我有声音吗，各位？啊，大家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有声音吗？哎，你们，宝贝，你看我的手，踢个毛啊！对啊，我现在在跟我在跟粉丝打赌。你在跟他打赌？在跟宝宝们打赌。宝宝，我跟宝宝，跟我一个月不吃麦圈圈，然后他们要跟我赌什么？这样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要做什么？哦，你不可能不吃麦圈圈呐，啊！我要试试看，我要跟他们打赌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你超爱麦圈圈的，欸。你有够爱，麦圈圈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他当掉了，烦欸。Oh no！ 你还好吗，猪宝贝？现在可以吗？现在有听到，有听到。OK， 我就说我们赢定了啊！没有，没有。我要跟他们，你觉得我要，如果我要处罚，什么样对我来说是处罚？什么样对你来说是处罚哦？处罚。如果你不吃麦圈圈的话，处罚你一个月不能吃麦圈圈。挑战失败就再多一个月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是。啊，处罚，超级处罚的啦！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。我想一下，我知道，我再放一个月不能购物。啊！祖的那个疯狂购物世界。我的天，不行不行。那有什么福利之类的吗？假如说你挑战成功的话吧，没有挑战失败的话，福利，你挑战失败还要有福利。对，宝宝们的福利，不是我的，宝宝们的福利，宝宝们的福利。现在读，我想说你挑战，把祖祖拖去吃素食，好坏，不可以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 Tiger 的梳子。好，我可以只不吃麦圈圈吗？罚一年不能唱好运来，不行，那是我的台歌哎，怎么可以不背我唱好运来 ？Hello， 钟莹，你们要跟我，你们要有人要跟我继续赌吧 ？Hello， 依依 ，Hello， 宝宝，我的弟弟，然后我的宝宝们是谁？你要不要跟我也赌？什么？就是要不要跟我赌这件事情？就是打赌这件事情。好啊好啊，就是你自己心里想一件事情跟我打赌，然后用我会一个月不吃，我一个月会不吃麦圈圈，那如果我成功了，你就要去完成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件事情，你懂吗？懂。那我要，好，我在思考我要想什么事情。可以啊，他们现在也还在想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们大家的耳朵也能清净，果果爽，我们也爽，祖祖也能赚到口腹之欲。什么口腹之欲？那个德全说，请叫我带你去吃麦圈圈，然后我又可以吃到，然后打赌又输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个跟我打赌的事情，那件事情要很真的要很严重哦。我一个月不吃麦圈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，大家。我很真心的想要跟大家玩这个游戏。你怎么会突然想要跟大家玩这个游戏啊？因为他们说我做不到啊。我就要试试看啊。Hello 品鞋 ，Hello Miso， 还有城堡，城堡要不要跟我打赌一点？我在思考我有什么事情可以，就是哎，不行，一个月。等一下，有人说我一个月不看祖祖直播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跟我相违背的。我一个月不看祖祖，不行。
竹一，你是想减肥吗？没有，我想说想要试试看一个月不要吃素食，因为毕竟不健康嘛，吃太多了。但是我可没有说我其他的美食不吃哦，我还是会吃美食的哦，只是我不吃。那我就每天揪你去吃甜点，去吃下午茶这样，然后拍给他们看。对对对，再发给他们看。哎，我有什么事情是就是不能做一个月的？就是做什么事情不能忍？或者是你要做到那个一个月也可以，或是你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也可以，就是看你，比如说，那我就要每天化妆出之类的，或者是之类的啦，我是说之类的哦，之类就是哎，不行哎，我不行哎。嗯，我之前也不行，我之前也做不到，现在可以了。一个月不看祖祖对我们来说很痛苦，所以比较严重。不行，一个月不看祖祖，然后只看呆国的厂，真的有人这样说，不行。那我每天跟你联播。对啊，可是看你也会看到我啊。我们两个是等于是就是，我从5月1号开始，我从5月1号开始。哦，还是你也要跟我那？对啊，在想要不要也跟你一起挑战是一个月不要干嘛，但是我讲不到我可有什么事情，就是一个月做到不能也可以，就比如说我一个月每一天日更之类，有点难，有点难，你的画面会遮住祖祖，不行啊，妹妹妹。如果 Hello， 就晚上好，不行，阿烂，你破戒的话，我就转推果果啊。啊！了还是说可以加推果果呢？一个月不看眼，总不能剪片对。请姐姐跟 Tika， 你的毛好多。吃麦当的，你说如果我没有成功的话吗？对啊，我们是那读麦圈圈对不对？不是所有数字对不对？我确定一下。确定，还是你要考改为一个月不能吃美食？不行啊！我刚刚看到果果超爽的表情。一个月不吃素食可以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个月不吃美食。那我可以带你去吃什么？就是你知道吗？那种美式餐厅啊，也是有一堆汉堡啊。有，我有问、哦、素食了。对，素食。所以我去那种哦，所以也不行。我去美食餐厅，我就只能吃意大利面。哦，就是不能吃。所以素食包含了炸鸡？没有，对，如果是素食的话，就包含了炸鸡。哎，炸鸡算炸的，不算素食。对，我怎么样？素食是什么？像如果你是吃起家鸡，那个也算是炸鸡、啊。他说他不是素食啊，他很久。大家都说很吵怎么办？哇，糟糕哇！哦，哇，你是说我的声音很杂，还是我很吵？就大家说我们很吵，我们加在一起很吵。好了，我不管，我就是只有打赌麦圈圈，我只做到一个月不吃麦圈圈。炸鸡也是素食，德全说炸鸡也是素食、炸鸡也是素食，那我不要素食，我要。我打赌一个月不吃麦圈圈，因为我怕我会忍不住去吃肯德全的蛋挞。肯德全吃什么？肯德全呐、啊，肯德全。肯，还以为你在。不要想，怎么有人改名叫燕麦美眉？燕麦美眉就是美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的。蓝莓莓，不能全部素食，我怕我会想吃炸鸡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去美食餐厅也不能吃炸鸡了呢。等于是我一个月不能吃炸的东西，对吧？素食对耶，对啊，炸的东西、好痛苦哦。炸的东西跟素食不一样 ，no no no， 一个月感觉有点难。不会，我可以成功的。好，我在这边。我什么时候有开素食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是我们的素食大亨，你知道吗？谁？肯德全啊。
哦哦哦，你很常吃哦。我妈还，你看我今天买了这个超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前几天做了布朗尼，但是我没有就是记录下来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，然后我就还没有记录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吃哎，我下次再做，然后再拍给大家看，然后再给你吃。对啊，我在减肥。我很卡吗？我这边还好，卡了。我还好。那我呢？为什么你有这么可爱的特效，宝贝？我情人节那天有播，他就送我了。哦、oh, ，so cute， so cute 哦。谢谢啾的比心，第一个过来，欢迎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我是一个月不吃麦全全，然后我也会尽量避免吃素食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会尽量避免吃素食，然后不吃，就绝对不能吃的就是肯，不是肯德犬，绝对不吃的就是肯，就是肯德犬，我在宕机。欸，我好想吃那个哦！你这样一讲，突然好想吃肯德圈的蛋挞，我就知道，对，我知道，你懂我欸，因为我刚才一直想吃蛋挞。我们想没想到我们这么那个心有灵犀欸。对啊，好，蛋挞真的是超棒。现在不吃蛋圈圈，大家决定好那个，如果我成功了，大家的那个赌注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想好了吗？你说哦，你说你成功的话吗？我还没想到。你说我一个月要连续做什么事情吗？就我自己也不用，或者是也可以说，或者是说，比如说，啊，谢谢罗杰军人，刚好收到一个军人，谢谢罗杰军人，我怎么当机了？肯德全就蛋挞专卖店啊，真的哦！哎，德全来了耶，还有小蛋糕，还有卡缪。等一下我再是这个时间不能播，还是我又宕机了？我试试看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啊，我再试一次看看。延播。或者是你可以拍一个什么，拍一个 JK 制服之类的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等一下 ，JK 制服哦。没有，我想一下，我不确定你的宝宝们喜欢你什么。我只是想，你完全没有穿过的之类的。或者是你的宝宝们喜欢婚纱也可以。他们本来说。所以假如说你没做到的话，你就要做什么事情啊？你做到的话，我就要做什么事情？对，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，我就我还没想好耶，我要干嘛？对啊，我也还没想好耶。还是我当你观战的就好。老鼠也可以啊，老鼠睡衣很热呢，罗杰。我会烧死你们！想要看我穿 JK 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拍给你们看啊。哎，猪，我们一起去拍 JK 好不好？我们去拍婚纱了没有？也可以，那我们去拍婚纱，走，好，约好跟我说。认真的吗？这样，如果我失败，可是我也想拍婚纱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我失败。我们就拍 JK， 因为我有点好，有点 JK 还好。OK OK， 我是成熟的女孩，我不拍 JK。如果我失败，哦、OK ，那你成功的话就拍婚纱。没有，如果我成功的话，你们就要做你们要做的事情。婚纱我们一定可以找时间去拍。哦哦哦，好吧，好，好。JK 哪里可以拍啊？就穿着制服去我的学校拍就可以了。不用啊，有那个啊，有棚内景啊。
Oh my god！ 我真的哦，对，好，我真的有点害怕耶。其实我有点害怕 JK， 有点害怕。祖祖失败，我觉得你要加油，我一定会成功的，各位，哈哈哈！你们看不到我 JK 了。如果失败的话，我陪你去拍 JK， 我跟你一起拍 JK。好，好，所以如果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拍婚纱哦。婚纱我们可以找时间去拍。如果我们 JK 失败的话 ，JK 失败的，不是谁 JK 失败。如果我挑战失败的话，你们买一送二哦，有我跟果果的婚纱照，个人单独。有 JK 照 ，JK 照，对不起 ，JK 照 ，JK 照，我跟果果两个人各单独。现在脑海里面全部都是婚纱，我好想赶快拍那个婚纱。对啊，你一讲我超想拍的。是，哈哈。好了，我要去跟我的粉丝，我要去跟我的宝宝们聊天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五月一号会开始实施哦，哈。好，我会监督你。哦，你监，我会打，我会在你就直播完之后打 FaceTime 给你看，你有没有偷偷点？好，你买圈圈。你是我的那个评审老师，你可以确定我。我以后我每天如果那个没有办法拍漂亮的照片的话，我就。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书拍得太美的话，我就拍照传给你。然后果果就是我的评审老师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成交，好，正式开始，开始，好，那你们去聊天吧，我不找你们了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那我的，当然我的那个我这边的宝宝们表示说想看。我的 JK 说要让祖祖失败，我要看 JK。不行，哇！那假如说祖祖如果成功的话，就只有一个 JK， 就只有我自己的 JK。如果我成功的话，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去拍 JK。而且我的 JK 是那种低成本，不会有那种棚内，我的那穿 JK 去可以啊，还是可以吧？就是看那个哦，真的可以吗？婚纱那边有没有啊？就如果我们是去拍婚。然后看他那边有没有 JK， 就是把 JK 拍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那我要自己找 JK 服吗？还是他们会有？你可以去虾圈那边看有没有。OK OK OK， 好好。有弄好看的，你挑好看的。嗯，我有看到。哎、欸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这样讲，这样的话我就会透露出，如果我失败的话，我就会钻漏洞。来，不要告诉大家我要钻什么漏洞，不要说。你是说？等一下，好像我还要聊，我们等一下结束，我再偷偷跟你讲。好 ，OK OK。好，反正我们赌局就开始，五月一号正式开始，所以我到五月一号之前还有办法吃几天的麦圈圈。对，然后你五月之后到你到六月一号都不能吃。我到五月三十号的十二点过后。OK， 好，可以。三十号啊，五月是三十还是三十一号？三十一。三十一号，五月三十。应该是吧，但我不确定，应该是因为这个月只有三十号，对不对？一大二小三大四小五大，没错，大月，今天三十一，然后六月一号直接拍麦当劳的照，麦圈圈，对不对？麦圈圈的照片，踢靠踢个，哦，跑掉了，他跑了。麦圈圈真的那么好吃吗？怎么感觉很容易戒？我也觉得麦圈圈很容易吃腻，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麦圈圈呢、欸。我不知道你这么爱麦圈圈呢、欸。麦圈圈方便又好吃，尤其是它那个很超咸的薯条。可是你知道我吃薯条有一个那个，我很讨厌吃，我其实挺喜欢吃，但是又很讨厌吃，因为我每次点麦圈圈薯条，只要放超过十分钟，我就不会想再吃了。我也是，冷掉的薯条我不吃。对不对，很麻烦，可是就觉得很浪费。消灭它了。哦。可是你不觉得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外送的话，或者是外带的话，它很容易就凉掉了，就不是热的，我就不行，我就没有办法。嗯，我也是，因为它会很油。对啊，它就很凉，然后就 rack， rack。你们很久没有吃麦圈圈了 ，Hello Kevin， 好了，那你去跟你的宝宝们聊天，我要跟我的宝宝 ，OK， 好，我要督促他们想他们的处罚了。OK OK， 哎，拜拜了，拜。来吧，巴嘎斯，连思想都一样，为什么连思想都一样啊？你说我们喜欢吃的东西。Hello ULT，Hello Jace，Hello 罗杰，是对。
好，来吧，各位我的宝贝们，来快想你们的吧。如果我成功了，你们的处罚是什么？快点快点思考吧。Hello 凤梨，猪猪四八七 ，Hello LYTT 八八 ，Hello 小油条 Andrew， 你们两个都好笨哦。哪有冷气机组是谁？幻影战士是不是？是不是又是你？哎，还是我骂错人了。我哪有两个都很笨？我好久没有吃麦当当了。Hello 激情过后 ，Hello 十五张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就写结婚证书啊。好哟，快点啦，赶快想，认真想，我很认真的要为了你们戒掉麦圈圈哎，快点，你看。也不是啊，就是你是新粉丝啦是吗？那应该是幻影战士，我就去找你合照呗。好啊，可以看你们，我就神推祖祖一个月。什么？哎呦，是我这个哦，还有诚意哦，我很认真欸，不看祖祖多难过啊，不能跟我相违背的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。我的处罚就是戒掉我的最爱，我的最爱是说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。我等一下先去麦圈圈拍照 take， 我觉得我五月一号开始会收到很多麦当劳的照片，麦圈圈的照片。谢谢四五一的可爱水母，好啦，三十张我小虎，真的假的？保暖员真的假的啦？神推倒祖祖一个月，哦哦，觉得有点恐怖，没有违背啊，有。跟我相违背，处罚就是不买祖祖的周边，不行，不可以，物理推祖祖可以吗？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，谢四五一帮我分享直播间，那我也神推祖祖，可是你现在很神推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五月一号凌晨吃起来给祖祖看，从五月一号开始连续的麦圈圈 take 足足计划，见麦圈圈很容易啊，我可以用神物理推，不行，我明天先吃一个麦圈圈压压惊，我也要，我明天也要先吃个麦圈圈压压惊，明天或后天吃一个麦圈圈，就认真小户啊，谢谢宝奶源，我说的是神物理推，是什么意思？物理推足足。好了，你们自己想，你们自己决定，你们自己决定你们想要怎么做，我就不过问你们了。但是我的这个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我成功，你们就做你们的；那如果我不成，如果不成功的话，我就是 JK 制服，好不好 ？JK 制服的照片。祖祖要吃甜甜圈哦，我们要吃甜甜圈啊！啊，我的巧克力被发现了，糟糕，我没有吃哦，我没有吃巧克力。好，借麦圈圈一个月，推倒这个万恶的高墙。我想说什么高墙？哦，是我是不是？所以最后决定限定在麦圈圈了嘛？对，我觉得我做不到太难了。对 ，Hello， 听见？沙优还在吗？沙优要跟我打赌吗？快点，沙优。想推的就加一，我怕大家都会想加一耶。一开始在想 JK 是什么，后来想到是什么了。对 ，JK， 听说你在读什么做不到的事情？对，就是我一个月如果不吃麦圈圈的话，不行不行，莉莉不行，推倒他邪恶的高墙，不行。然后如果我一个月不吃麦圈圈的话，大家就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后那件事情你们自己决定，我就不想不去规定说要干嘛。然后如果是对你们好的事情也可以哦，比如说跑，坚持一个月的跑步之类的，或者是不吃高热量食品多久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对你们好的事情也可以，就是对你们身体健康好的事情我也可以接受，但是不可以跟我相违背的事情。外送麦圈圈好盐署名人自助不行，我收不到，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，以偷偷躲起来推倒他好了。哦哦，
用话术引诱祖祖去吃麦圈圈，不行。Hello 品贤 ，Hello 阿凯 ，Hello 鬼子哥，麦圈圈超好吃，还是神奇的食物，超级好吃的神奇食物。我要加码，你一个月唱好运来加，不要生气。我再加码，听你一个月唱好运来加，不要生气。我不知道其他人可不可以。那怎么办，阿烂？怎么办？那这样好不好？阿烂，阿烂，阿烂一进来，我就唱好运来给你听，一个月，好不好？躲起来偷偷推倒算吗？算不行。那要跑步好了，最近也常吃高热量的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就比如说跑一个月的步，对啊，因为我怕有些宝宝在国外，然后没有办法来握手会啊，或者是见就是合照会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见面啊，或者见面的话也没有办法干嘛干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你们自己决定。你要唱一个月，我一个月不要进来。不行，我想报名推倒祖祖。不行，一个月无间断的不停播。你说你吗？树宝宝吗？请坐。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，Hello 圣约，我怕你播完了一个月，你就要换一台手机了。Hello 圣约 ，Hello 秀一宝宝 ，Hello 空空 ，Hello 小精灵，大家要不要？可以吗？自己想好哦，自己想好自己要干嘛哦。先不要，哎，是宝宝播，我蛮想去看的耶，我会用妈妈的身份去看的。阿烂待会就先退群组了，你没有把他踢掉，就是我怕我生日会出不了现场，你会被套麻布袋，换一对耳朵比较快，画足足一个月。好，月月好，没有问题。你是 一天一张吧？有点难吧？画足足一个月，如果你一个月只出一张，这样不行。我觉得不用一个月。我觉得你直接说一个月内画几张，这样比较明确。我们要明确的那个，我就处罚自己六月二十号不去生日。我打你屁股，推了啦。那时候不推足足，这样这个样子不推了才奇怪。不行，我不是邪恶的高墙，我是善良的天使。哦，不是，我是邪恶的恶魔。换一对耳朵不会比较快？我觉得你直播蛮好的。你先去找 JK 制服吧，裙子要吸上十公分哦。吸上怎么十公分啊？两个手掌是不是？哦 ，OK 啊，那 OK 啦。要赌啥？那我就穿那个，我穿 JK， 然后穿那个传统式 JK， 那个裙子到膝下十公分，不是膝上十公分，膝下十公分。Hello KUCC，Hello 想你 ，Hello 红颜，这样省钱哎，对自己很好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省钱对自己好？我赢了可以不要去生日会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你手掌也太小了吧。膝上十五公分加膝上袜，就我腿太长，十五公分大概就是裙的腿一半。你确定你膝下只有七公分吗？我说我膝下十公分，就是穿膝下十公分，不要穿哎，膝下十公分有没有？没有啦，我会挑好看的 JK 啦，我还是有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在，就是虽然觉得有点害羞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。我想想看，膝下只有黄金哎，我也有，膝上十五应该，那这样我 JK， 然后我其中一个在双马尾 JK 这样。好吧，如果我失败的话，这个诱惑力可以吧？这个我有诚意吧，真心诚意吧。JK 配短袜才是王道啊！我以为膝下十公分才是王道，一百分高双才行，可以一张。我看可能一张是这样，之后又不行。Hello， 钟颖。我真的真心诚意。
诚意哦，虽然我真的觉得我会有点害羞，但是我很认真在戒掉卖圈圈这件事情。屁啦，为何要配短袜？高霜 JK 妆，请咨询 TP 国民小朋友杰星前辈跟彩姐。可以啦，我可以啦，你们要相信我的化妆技巧，可以的，我一定会很素很素，当然要配膝上袜啊。我以为要配夹脚拖，比较正常的 JK， 真的吗？好像对我没什么吸引力耶。哦哦，那没关系，你也可以不赌，大家也可以不赌 ，OK。但是如果要赌的话，就是要真心诚意哦，要真心诚意。我们来玩游戏，算是玩游戏，我们不是打赌，我们就是玩游戏。你 JK 夹脚拖，哼啊。怎么可能呢？死库水不行啊，这个我就不能答应你了。夹脚拖我已经打你了，哥哥，感觉好好看哦。Hello， 树宝宝，来吗？比赛吗？各位？哎，为什么我的充电又没有在充？什么东西？你第一个字是脏话吗？什么东西？我看动画里JK没有出现的。我要联络麦圈圈找我业配，为什么？用夹脚拖打你可以吗？不行，用单装好了。就不行啊，不行啦，转飞又不行啦，这不行，这不可能。所以跟你赌啥呢？你说你们吗？你们自己决定啊，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跟我赌啥。但是决定了就要做，就是要我们走问心无愧路线，我会认真做的。Hello 阿神 ，Hello 本丸梅子，你们自己决定。来来来，我们来一个刺激的我在想要赌什么，可以啊。我们不是赌，我们不能赌博，各位，赌博不是好事，我们这叫玩游戏。好在我没心，被你偷了，哎，好了，你赌注放在你的，好，等等，赌注放在那里，不是赌注，这是玩游戏的筹码，这是游戏 ，This is a game， just a game， 我什么不行，明明就很想出泳单装，老板。老师，可以吗 ？Hello， 邱哲，反正就我穿 JK 而已啊，我不重要。不行，你们要认真做。Hello， 邱哲，我们玩起来，玩起来，还不是一样，不一样。I want to play a game. OK， let's play a game. Do you want to build snowman？ 好不好？来，来哦。准备哦，跟国去拍，再找莉莉吗？好啊，如果莉莉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找莉莉。我怕莉莉很忙，就怕莉莉在忙。走。为什么我是夺魂剧？谢谢修哲追踪，谢谢雨露大帝的锦衣卫。我想去看你有什么可以换。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我可以换？五月有机会见到紫红老师吗？帮你求求看，好啊，好啊。哈，修哲，你好，欢迎来到祖祖的直播间。我们现在正在玩游戏，玩一个长达一个月的游戏，好紧张啊！夺魂剧都是 snowman 哎，都接 snowman 哎，真的假的？夺魂剧为什么要接 snowman？我不喜欢夺魂剧，那句名言是夺魂剧不是吗？真的假的？那句不是那个 Let it go Let it go 那个吗？他妹妹跟他就是一直想要跟他姐姐见面，然后咚咚咚 咚 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那个、啊、他没看懂啊，什么意思？跟你交换这个挑战，跟你交换这个挑战哦，你说如果我成功的话，你们要做什么挑战？是不是？他没看懂。对啊 ，no， 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五月一号要开始认真实施。骑脚踏车的那个娃娃，骑脚踏车的那个，我不知道。
谢谢你帮大地做了一个超可爱的 Q 图，樱花宝宝出来了，祖祖看不懂啦，笑死！我这个 I want to play a game 是哦，是 I want to play a game 是夺玩具的哦，不是 build a snowman 呐、啊、哦，我想说 I want to play a snowman 是那个呢，是那个是冰雪奇缘的呢。对，我好好想想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好，你想一下，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挑战。丢梗都不懂啊，跟阿烂一样。我不喜欢夺文具咩？祖祖可能是没有看过，我不喜欢夺文具。Hello JCT， 蛮笨的。哎，这我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喜欢看杀人魔的片，我觉得不喜欢，有点害怕，加上不喜欢。一日姓袁，不是啊，本来就姓袁。对，你已经不行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这不行。我也没喜欢也会懂啊。我不要，我连懂都不想懂。好，我们要学习新的知识。好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谢谢蓝莓妹妹的教学。Hello Henry，Hello 史密斯，Hello 钟颖。那我就终身姓袁。这样不要啦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好，你的爸爸妈妈这样不行不好，你只能在这里姓袁，不可以出去，不可以姓袁，这样不好，爸爸妈妈会 sad， 改天见面就是 I want to play again， 那我就这样瞪你30秒 ，Hello 依依，想想看还有什么，也蛮可以玩的。不会，我入赘啊。那你哦，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是四个字，是吗？还是你名字是有两个字？四个字。你叫圆规鱼是不是？他说你会有一点点晚，有一点点晚，改的有点太晚。30秒，4张卷哎，什么是意思？30秒4张卷是什么？问一下，如果称祖祖为时尚二界可以吗？我是时尚的小公主。圆色泥，你有叫圆色泥吗？好酷啊，好酷的名字哦，圆色泥。哎，可以耶，我觉得这名字很不错。你应该是写头号啊，不行，你已经名字应该已经满了。对，还是你要头号甜心圆色泥。遇见祖祖后，我就不姓圆了，而是幸福。就啊。谢谢嘟嘟，你不是瞪人家30秒吗？等于4张卷哦，要4个字这样子，哪4个字？那什么意思？然后你就搞不回来了，你就以后永远都叫圆闪你。哇，每个都圆了啊！对啊，因为我改名字，我这么容易改了吗？你等一下就会改了，我相信你的。Hello， 斯乐冰。祖祖称呼自己4个字，原子祖祖哦，结果马上改，他已经马上改，你相不相信？他现在已经在改，你相不相信？他现在跑出去改了，我觉得他已经跑出去改了，30%。Hello 城堡，那我帮明明，我要帮明明谋福利，城堡，因为城堡我不是要那个吗？我不是要那个玩这个游戏吗？那如果我一个月成功的话，城堡，如果我一个月没有吃麦圈圈的话，我要帮玲玲谋福利。你要玩吗？如果你要玩的话，如果城堡要玩的话，那如果我成功的话，你可以帮玲玲买一个 unicorn 的娃娃吗？可以吗？城堡可以吗？阿帕是什么？你想要吃城堡了？他是城堡，他本来就是城堡啊，圆甩泥。圆甩泥已经直接改了耶，圆甩泥。哎，钟颖，你根本是不想帮忙谋福利吧？你根本不想帮忙谋福利吧？多少钱的？
1000块以内的都可以，随便，你就买一个 unicorn， 就是大概随便你随便帮他选一个 unicorn， 让他直播可以带，可以抱着他的娃娃，像这样，大概像这样，让他直播可以抱着的娃娃，你要玩吗？我帮玲玲谋一下福利，对，因为我们只是在玩游戏，那我想说帮玲玲谋福利，让她有一个娃娃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放。她娃娃太多了耶，那怎么办？这种小钱你自己出钱买给妹妹啦。我想说要不要跟我玩游戏？玲玲她已经有专属娃娃了耶。哇，糟糕，请不要冲动消费玲玲吧。好吧，那算了，那就不要玩了。如果他太多娃娃，那就不要玩。玲玲娃娃有点太多了，哎，那怎么办？那买一个独角兽的法裤送他，还是买一个独角兽的睡衣，让他可以开睡衣趴？你都不关心玲玲，我很久没看他直播了，因为他的直播时间我刚好在忙。所以我完全没有跟他对上，不然就是我刚好在播的时候刚好在播，所以我都没有看到。好啊，可以啊，还好没有人管我娃娃太多。我每次经过那个夹娃娃机台的时候，竹妈都不准我夹，因为我以前我现在不确定了啦，因为以前的机台比较好夹，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夹那个机台啊，我都会一次夹到很多娃娃，然后竹妈就说我对那些娃娃也会过敏，所以竹妈就说她每次只要看到我对那个夹娃娃机有兴趣，她都不准我夹。她说不准，因为你会夹到，所以不准。我说那如果我夹到送别人可以吗？她才说好，那可以。我猜偶尔很少的时候可以夹娃娃。昨天跑到喵姐那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喵姐没有理我，然后我想说啊，我还要忙，我就出去了。我娃娃不多，但都很大只，可以。还有一只米米，现在超雷的啊，超软夹了就放。对啊，现在有点难夹娃娃了。你真的不要跟玲玲直播，为什么？城堡说好啊，可以啊，是要玩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是吗？但我都不准，我懂，但我都不准别人动我娃娃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娃娃都很少。是只有这种竹马子只准我，只准我有这种短毛的娃娃，长毛娃娃都不能有。桃花哥就自己就是娃娃了，对，他自己就是娃娃。怎么玩？没有，你要等我城堡，就是我一个月会不吃麦圈圈，然后我的那个评审老师是我的评审老师是果果。然后如果我这一个月5月1号到5月31号，我哪一天如果吃了麦圈圈，我跟果果两个人会去拍一系列的 JK 福利照。但是如果我成功了，你们就要完成一件事情，然后是随便的。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没吃呢？我会尽量拍照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剪成一个影片，这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说良心，我娃娃最可爱了啊。你是最可爱的长颈鹿了，总觉得祖祖会落果果，哎，不会 ，IG 记得发文。好，如果我有拍到很漂亮的话，我就会发文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因为如果我的环境不允许我拍照的话，我就不会 po， 我就不会 po， 但是我会发我的自拍照，然后告诉你们说我吃了什么。好啊，挑战成功通知我。好，那你们看。城堡都这么有诚意了，快点，你们赶快想你们要做什么事情，你们赶快跟我一起玩这个挑战。五月挑战，生日月挑战，随时关注。我们要跟果果贿赂，不行，我以为你要每天发午餐限动之类的，没有要怀疑你了。哦，当然，我的意思说，我本来是有要发文的，就是我也有预计说我要发限动，说我吃了什么，可是我怕我的诚意你不接受，对，我不接受。但是因为我怕我有时候环境是不允许我拍照的，我就不拍了，什么都不用做啊，一定赢啦。Hello 周颖 ，Hello Andrew。
一个月不吃太可怜了，29天不吃就好，30号那天你就可以去吃。你不要这样骗我，图图。我们还不够吗？我都决定舍弃最重要的你了，不行，你每天吵我啊！你说每天吵你吗？是不是？不行 ，Hello 米卡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只为个不确定的你。今天到几点？今天到10点，哎，快到了。限动来啊！你成功那天，我觉得我会被踢出群组。我就烂，要记得哦，你要提醒我，就是你一进来，我要唱那个好运来给你听。你要自己讲，就是你一进来你就要说：“主主我来了，请唱好运来。”这样，早晚要踢你，不如先走，先跟阿兰说拜拜。谢谢大家对我这么有信心，好好玩哦，阿兰拜拜。大家，我们来打赌。因为这样就伤不到自己，好可惜。我们阿兰拜拜。我要叫竹妈每天督促我，不可以吃麦圈圈。你可以的啦，好，我加油，我努力试着看看。好啊哥，好好玩哦。Hello 秀一宝宝 ，Hello 新鲜柠檬，阿兰拜拜。祖祖我来了，你闭嘴。Hello 我闭嘴一下了，我只是觉得在中间有点难做验证。什么意思？在中间有点难做验证 ？Hello 树宝宝没信心，我们只是想要看阿兰拜而已。麦圈圈是什么？麦当当？对，猜一下。对 ，Hello 柠檬花园。对，对，30张加不骑车跑山可以吗？你不骑车跑山，你要怎么跑？所以粉丝这一个月不能吃麦，不是啦，是我不吃月月，我不吃。怎么了？城堡为什么嘴巴要开开？收我们40块、41块、40块。怎么了？那麦当当是什么？麦圈圈啊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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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要在猫电感应了，我要听别首歌。我来听兜圈好了，竹竹这太辛苦了，爸，不会啊。怎么会嘞？就是要有一点挑战性才是挑战，对不对 ？Hello 玉维，就是说每天发现动或者是闻什么来说你没有吃麦，好啊，对我会，没有，我们这就是走问心无愧的，所以到时候如果我挑战成功，你们有没有要做？你们心里决定的那件事情就是问心无愧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哦，跑单哦不是，哦跑单是工作，跑山是兴趣。哦，你那意思说直接不跑山哦？是不是？那粉丝要读什么？你们自己决定，就你们自己决定。你们如果我成功了，你们想要做什么？这样。修蛋呢？麦圈圈包含 KFC 跟 MOS 吗？不包含，麦圈圈就是麦圈圈。我就不跑北一了，然后我会尽量不吃素食，就这样。我们要做什么？你们随便啊，看你们想要做什么。目前我收到的一个是说什么30张，然后不跑山，可是跑山是一个兴趣，你确定你要把它拿来下赌注吗？一个月不跑山不会很痛苦吗？然后一个是独角兽娃娃，然后独角兽吗？对，兽。然后一个是每次进来都要听我唱好运来给他听，然后。抽完血打完针还在打哈哈骨折，你为什么要抽血打针？北一啊，阳明山啊，台七乙，如果有抓到我就不要啦，不要，保暖员不要，你这样很危险，那个很健康耶，他改啃圈啃的圈。没有，一个月不吃麦圈圈很容易啊。哪有很容易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我真的做不到。
但我可以，我现在就是要努力做到。对啊，没错，很简单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没错，可以，我可以。结果祖祖每天都吃 Subway， Subway 很健康啊， Subway 超健康的。荒野大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会飞。三十张什么？三十张握手券。Hello， 飞宝宝，你要跟我玩吗 ？Hello， 我就烂，笑死没看到。什么？对我们很容易啊，没钱就做得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半年没有吃麦圈圈嘞、欸。好强哦！一个月不要吃蛋饼，不要吃饼干好了。你说我吗？改成一个月不要吃饼干吗？不是麦圈圈比较容易吗？比较不容易吗？哎，麦圈圈比较不容易吗？对啊，你愿意下，我就愿意跟。来，你没说谁的啊？原子族的，原子族的。包奶员说是原子族的，我也差不多半年没有吃麦圈圈。哎呀，我怎么做得到 ？Oh my god， 我好痛苦哦。好，没关系，看到你们的范例，我觉得我做得到。不是，什么东西不是？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。那个时候是说合照去找你，加好运来跟不要生气哦， 真的吗？三件事情是不是？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不是，你不知道我们说什么。今天才吃，我一个月才吃一次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做到，一个月做得到。什么东西成功我就改特效？什么特效？我刚看到了。哦、我就改特工，我就特工，真的假的？成功我就特工，我一定要努力成功。好啦，等等赖群整理，好啊，我就不要读啊，我想骂你就骂你，超爱，想爱你就爱你，哼，好，没问题，超好哥，没关系，不玩没事，我想说只是一个小挑战，看他有没有要跟。钟怡 ，Hello 八五九，刚刚的小道消息，听说麦圈圈下个月所有套餐，真的假的？这是真的假的？刚好在下个月的时候吗？我错过了什么？祖祖要有特工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那个，要那个挑战。我想我赢定了。转飞镖，你有跟我玩吗？你的筹码是什么？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这首歌感觉很适合今天呢，那我要来唱一下，嘿嘿，我不管你们要不要听，我要来唱，哈哈哈 ，Hello 马蹄，谁特工了？如果我挑战成功，蓝莓妹妹说她要特工。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怎么了，骨折？为什么失眠的声音？飞镖为什么稳音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的雨停。好，我等你换名字回来。人越来越沉溺，我输了，不要去生日会这样吗？不行，不能跟我有违背的。他的谁？特工不是拿来赌的哦。哎呀，下个月一次吃三个汉堡就可以免费，最好是啦。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还是我们粉丝群要不要一个月轮流买？不行。怎样了我能让你更想念 ？Hello 雨萍，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。其实没有了你分不出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。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就是不可以不见到我，不跟我说话，不来我的生日会，然后不跟我不喜欢我，这种都不行。祖祖心动了，不行，可以啊，我很久没有吃蛋卷冰淇淋。白圈圈的蛋卷冰淇淋，不，读书了我就，你叫，猪猪心动，糟糕了，心动，
还有思源、嘎宝比，还有 Licky 啦，可恶都没有骗到猪猪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？因为我这个赌注很大，我要去拍 JK 也不行。越来越疲惫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？爱上你，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。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有，我有吃过哎，我就烂。阿烂，我有吃过。谢谢月月。怎样我仍让你更想念，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。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。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时间要注意哦。好 ，Hello 哈娜比，谢谢大家的厉害。好，那我今天，嘿，猪猪好，没问题。谢谢大家的厉害。我刚刚看到最后有一个什么麦圈圈两杯 Oreo， 我有吃过了，唱得好认真哦，真的哦，我也觉得。天要多大，不对，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。谢谢大家给我100分。Hello， 顽皮，猪猪唱歌也有超好听的时候，有啊 ，Right now。千纸鹤在西高峰飘摆，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。你勤劳生活美，你健康常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打个中国结，青春风间歌彩，愿祖国的日夜年年好运来。你风舞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。好运来，好运来，一朵好运兴旺放大红四海。好听吗？我唱歌。好好说话，好在不是。叠个千纸鹤，在西高峰飘来。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。你勤劳生活美，你健康常常在。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打个中国结，青春风间歌彩。愿祖国的唱歌太赞了，谢谢飞宝宝，我们一切都要感谢飞宝宝，这是飞宝宝提出来的歌单。家园迎来百花盛开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一朵好运兴旺发大红四海，好运来，祝你好。就是购物粉丝，谢谢泰的喜和爱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
姐你又来了吗？笑死，小姐不好意思，有人吵。哦哦 ，Hello 邻居，邻居，邻居，邻居。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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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宝宝收声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你真的奇迹。好运。最后一段好了，我要来念棒棒了，各位。不好意思，你很吵哎，楼下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好，楼下邻居，这首要哥哥要给祖祖91分，因为听完以后要就医，来不及关小声，来不及了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念棒棒了，各位，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。你确定这就是爱吗？真的爱我吗？第十五名新鲜柠檬，嘟嘟嘟。第十四名花生什么事，嘟嘟嘟。第十三名城堡，嘟嘟嘟。第十二名451，嘟嘟嘟。第十一名朱莉安，嘟嘟嘟。第十名月月，嘟嘟嘟。第九名大福哥，嘟嘟嘟。第八名宝奶源，嘟嘟嘟。第七名志伟哥，嘟嘟嘟。第六名 WZI， 嘟嘟嘟。第五名庄颖，嘟嘟嘟。第四名小蛋糕以上。第三名晴晴耶，谢谢晴晴。第二名嘎宝贝，谢谢嘎宝贝。第一名罗杰，谢谢罗杰。谁给我力量？我不怕你爱不爱我，只害怕你以为爱我。抓紧我，我们来听静悄悄。我们跟管委会投诉吧，笑死了。我们今天的下播歌是静悄悄，祖祖是一个静悄悄的气质美少女。以上刚刚说祖祖很吵，然后说叫我小声一点，我都没有看到留言。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，落寞的调调你不会知道，我爱的静悄悄。我该怎么往下聊，全都怪我太胆小，只会看着你傻笑，怎么办才好？可我真的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只剩心跳的声音，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，此刻你就是唯一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不敢用力的呼吸，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不小心会惊醒。等等等，祖祖静悄悄，是你的微笑。祖祖好安静啊，好漂亮啊。祖祖设定生日了吗？哎，我忘记了，我等一下下播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。Hello 钟颖和 Andrew，Hello 任豪 ，Hello 修哲 ，Hello 牙素。怪我太胆小，只会看着你傻笑，怎么办才好？你把我拥入怀抱 ，Linga Linga Linga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只剩心跳的声音，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。此刻你就是唯一，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用力的呼吸，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不小心会惊醒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只剩猪猪的声音，坚定你爱我的决心。此刻我就是唯一，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，不敢用力的呼吸，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不小心会惊醒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惊醒的，你们会一直在祖祖的梦里。
一个叫祖祖的梦里，那个梦境就叫祖祖。欢迎来到祖祖的直播间，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梦到祖祖，爱你们，嘿嘿嘿嘿。跟祖祖比起来，这世界真的很安静，只剩祖祖声音也不错啊，这样呵呵不烦。不会啊，是声音鸟的声音。想看直播间，哎，骨折。只剩跟祖祖比起来，只剩祖祖的声音，这是什么折磨？很幸福吧？婷姐也想要一个进场的音效，唱完想要一个。你说婷姐也想要是不是？婷姐也想要有主题曲是不是？我想一下哦，嗯。大家有没有帮我想一下，他在有没有一首歌是形容女生 很漂亮、很美貌，然后我想起来了，嗯，想等一下，婷姐很羡慕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很少女的歌，嗯。少女的歌，姐姐啊，哦对耶，卡卡的懂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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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针跳针教我姐姐，欢迎婷姐，辣妹驾到，谢谢顽皮的厉害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不对，对面的婷姐看过来，是婷姐，是婷姐，婷姐欢迎，耶，吴姐哦，姐姐妹妹看过来，那就变成婷姐婷妹看过来，对面的婷姐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婷姐，我想说。嗨一点的歌，少女我实在是不太会唱，所以我想说就不行。晚安，博晨 ，Hello SK， 酷毙了，是不是婷姐？酷毙了啊、哦！你喜欢？那好，那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酷毙了，好，停停停停停停 ，play play play。Hello， 西兰，欢迎大家来到祖祖的直播间。祖祖要下播了，大家晚安。请大家今天晚上要梦到祖祖。然后啊，我还是不能跟。现在今天几月几号？好的，你们快要揭晓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差不多要关了吗？对啊，笑死！恭喜婷姐。有啊，你说科波酷毙了啊？是不是对面的婷姐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好漂亮，婷姐，羡慕有进场音效。那希恩，你想要什么音效？我想想哦，希恩，希恩，拜拜呀！希恩有什么？我想想看哦，希恩有什么？呦，快点休息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对哦，刚关，谁刚关 ？Hello， 塔库亚。哈喽秀一宝宝，今天的章鱼很性感，真的假的？今天章鱼很性感哦，什么鬼？西恩的话我要想一下，西恩我还没想到，等等，我只是在闹，我想一下你有什么，可是我要思考一下，西恩的名字有点难，最近章鱼越来越性感了，真的，你这叫搭讪吧？羡慕各位邻居的话哦，想想看哦 ，Shine Shine the night， 哒哒哒哒 ，Shine Shine the night。什么错过了？错过什么？罗杰，你说念榜榜吗？我已经念榜，夹到我自己的手说，我已经念榜榜了呢。你要我再念一次榜榜吗？好啦，快休息。好，第一名罗杰，谢谢罗杰。邻居隔壁泰山，哎呀呀呀，这种感觉，痛痛，不是章鱼，手那边不是章鱼。啊，你说章鱼错过了，罗杰错过了章鱼，对，我也好好奇今天章鱼很辣是多辣，痛痛。祖祖没有听过隔壁泰山，没有没有听过，我只听过哦，咿呀咿呀，
武泽 ，Hello 钟颖 ，Hello 小蛋糕 ，Hello 卡缪，我要关掉了，对不起大家。前几次就很辣了啊，真的，都没有看到哎，糟糕了呢。我来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来哦，顽皮拜拜，哎推推拜拜 ，Lingo 拜拜，玉安拜拜，富伟拜拜。隔壁拜拜，钟颖拜拜，邻居拜拜，陈宝拜拜，飞宝宝拜拜，夏拜拜，杨雄拜拜，志伟哥拜拜，西兰拜拜，朱莲拜拜，油条拜拜，欣盈拜拜，是那个油条是那个 Andrew 吗？啊对 ，Andrew 拜 ，Only 拜 ，Camille 拜，小易拜，保暖员拜，秀一宝宝拜，西兰拜，涛哥拜，汉拜 ，Lingo 拜，月月拜，顽皮拜，飞宝宝拜 ，L 拜。婷姐拜，牙叔拜，嘎宝贝拜 ，WZI 拜，阿兰拜，小蛋糕拜，晴晴拜，钟颖拜 ，Tomo 拜，涛哥拜，妈咪拜，妈咪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转飞镖拜，钟勋拜 ，Rock 拜，史密斯拜，陈宝拜，志祥拜，是北极熊拜，钟颖拜，四五一拜，双双拜，秀一宝拜，阿冠拜。婷姐拜，汉拜，保暖员拜，游侠天下拜，摇拜，邻居拜，太不瓜拜，是月月拜，你可以离开，铅笔拜，小黑黑拜，米卡拜，思涵拜，思涵什么时候进来的？阿晨拜，月儿 T 拜，后印拜，吉思阳拜，铅笔拜，鬼子哥拜，鹏鹏拜，牙叔拜，马桶拜，骨折拜。下一次唱一下 Time to say goodbye， 好。Mika bye， 然后 Amu bye， 小精灵 bye， 柠檬花园 bye， 绿色马桶 bye， 大家拜拜。有，我今天每个都拜拜到了，拜拜。记得晚上弄到祖祖不要醒来哦，哈。拜拜。